大家好，我是小薇薇，然后应我们家小五的要求，给大家唱一个最好最坏的时光遇到最好的你，说的是神曲不是歌曲。猫着杀最后一个人不能吃鸡吗？可以啊，九三就成这样。他就猫到最后一个啊，然后杀了第二名，他就是第一名。